首先，我感觉我也是非常的幸运，能够进入清华大学，加入这个清华大家庭。然后呢，我也非常感谢我的，师队教练，是他把我送到了清华，让我能够一边学习一边训练，然后让我也收获了很多，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吧。包括对我的训练，其实我觉得训练和学习这两个方面，它是对我来说是有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作用，使我可以在多个角度能够感受到别人可能感受不到的一些东西。所以首先我是觉得我非常的幸运，然后也是非常感谢我学校的教练还有队友，包括我的家人们，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让我在高考的时候能够更加努力学习，然后最后成功进入清华大学。